你还挣钱，你还可以看美女，还可以看花。发。别掉下去，别掉下去！吓我一跳！天哪，你老是约我到这种，哎呀，怎么说都是这种很美的这种环境来。你觉得花美还是我的腿美？花美。一点都不好玩。哎，你再这么约下去，人家都以为你是我老婆了。我是你老婆婆呀，干嘛？连我自己都以为我三十多岁，我的第二春来了。那你的第一春是谁？哇，看嘛，谁呀？哈哈哈哈，你空手来的？啊，空手来的。我从来都不会空手的。看货吧。可以。你拍照技术行不行？我吗？嗯，专业的。那我收个货，帮我拍好看一点呗。拍怎么样呢？拍那种，一会儿告诉你。我们先看货吧。行，我拿给你看一下。来，今天这个大一点开窗的。你看我这样的老板娘给你收个货，搞得这么有氛围感。是啊，我都以为我恋爱呢，没想到现实还是。看货，看货。摔了我一巴掌。这个料子的话是一个磨完机的料子哈，皮壳的话就还行，这料子就是还行。打灯的话就是一个白肉，但是的话肉质是挺细的。什么在打灯是白肉？你等下我打灯看一下，这是白肉。好好看。鸭灯来看的话就是一个白肉哈，这有蛋情底吗？白肉，那它的就是皮是皮色嘛，是不是啊？可以看得到它的肉的话就是一个白底，但是这里如果一个白肉的手镯的话，这个一个细糯化的手镯起码也要到一个大千左右，因为它没有裂，它肉质比较细，这个料子。对呀、啊、但是呢这里有一颗大断裂还得玩，但我觉得一个手镯应该是稳的。价格，这个我给你个实在的价格，你别砍得太狠，行不行？行。一万一够不够实在？一万一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六千、啊。这么大一个，你给六千块？差不多了吧，因为这个手镯就是我只能打一个手镯的价格给你、啊，是不是？这种料子哎，你要去看一下眼科。行不行、啊？不行，我就找专业的摄影师、啊。哎。你说这个我还给你提一句的，我每天给你送货还要给你打工，给你当摄影师，哪有这样子的货主啊？那不好啊。是啊，你看我又人家从这边排到了那边，就为了看这个图。哎，怎么说这个要多加一点吗？你还挣钱，你还可以看美女、啊、还可以看花。美女在哪呢？这里啊。天哪，有自己这么夸自己的吗？可以了，六千块，行不行？我转给你。我没给你开玩笑。加六六百六千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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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。你不是要我帮你拍照片吗？可以吗？我想要那种，就是我被十个男人给抛弃了的那种氛围感照片。你确定你可以拍得出来吗？都很忧郁，很忧郁的。天哪，我是专业的，别说十个男朋友跑了，我都给你拍出丧夫的感觉了。真的。走起。走起。Entah mengapa kau tak berubah, selalu saja kau simpan.